我最喜欢的打扮是牛仔裤跟 T 恤。我的打扮其实都是以素素简单的为主，但是我的整体造型我最重视的就是鞋子，因为我觉得鞋子它会让一个很干净很简单的一个造型变成很有型，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今年秋冬特别偏爱的就是非常的黑暗，黑色本来就是一个我非常热爱的颜色，到了秋冬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可以大摇大摆正大光明的把就是黑色的大衣啊、黑色裤子、黑色的衣服把它通通都穿出来。秋冬最值得投资的单品一定是鞋子，因为我个人有靴子的购物癖，而且男生的靴子通常只有到秋冬才会出来，每年的秋冬我都会在至少采购3到4双以上的靴子。